心刚，那么勇敢，那么的坚强，身手金刚，守护着我们，不再怕黑暗，无敌超级心脏。邪恶降临，星盘机械兽。恭喜将军胜利归来。可恶的星甲超人，你们艾本大人伤势恢复，势必要让你们全军覆没。好，那请天罡大人一起到控制室，明帝已吩咐在下为天罡大人准备好充足的暗元能。好。启动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，这是。是不是感觉能量在流失啊，天罡大人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不是他，是我。周明剑居然巡航在地球平流层这里，幸好博士在星盘仔身上装了追踪器，要不然根本找不到鸡皮的老窝。你们驾驶流星号和运输机出发，登陆昼明舰，营救星盘仔。好，大家变身出发。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促成你跟天罡星团最后的融合，用你们的力量打开黑洞，释放分力出来。恭喜明帝大人即将脱困黑洞，实现占领地球一统宇宙的夙愿。激发暗元能，促进天罡合体吧，这是最后的一步了。报告将军，那帮星甲超人们杀上来了。鸡皮，不要让那些小鬼影响到本地的大事。好，属下亲自去收拾他们。好。
让开巨皮！你们阻止不了什么，本将军先会会你们。鸡皮一定是在拖延我们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好，太好了！胖子一脚，封天重拳。哎，糟了！哎呀，给我拦住！明帝。这是斩星枪。明帝，明帝，都怪属下办事不力。既然不能出来，那就毁灭这个可恶的星球。鸡皮，用超暗元能被化星魔化天罡星盘，释放那个可怕的东西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谁也跑不了，都给我毁灭吧！暗元能，魔化星。不好，快阻止他！这是末日吗？